这是要出去的啊！哦，佛祖下面这里哦，有。对，对爪，对爪。 对爪，刚有对到爪，有勾到。哇，妈妈拿 GoPro 来，快点！妈妈来给你拍。 等一下，哇！给你了，好，换你快，门前门那边一群快，随便拍。 飞过去抢了，帕帕斯上面一只很快的要飞往右边去了，来帕帕斯上面这一只比较近。我在看那个，因为他要去抢他的脚的食物。一开始那个好像有勾到脚，基本上黑渊应该不会对爪了，他可能不小心又去两只去抓到食物了，再抢，两只都脚，因为他们在空中有停顿了一会。